你敢跟鬼子的骑兵拼命？哎呀，这怕啥呀？咱人那么多，你不是要让把那帮骑兵给打跑了吗？你打完仗我再收拾你。走，抓藤原雄去。走，撤撤撤！ 啊！啊！啊！
肯定跑不远，被你砍了一刀还能跑？要是我早就一刀结果了他。这回他做狗屎运，今儿个我必须让他死在这儿。继续找吧。
兄弟们，准备！出什么事了？怎么停车了？蓝奇汉，你是有好狗背！蓝奇汉，可以开始喽！是不是有人劫车呀？行了，你小子别自己吓唬自己了。 打扫战场！等等我！
快跟上，跟上！快！同门的份上，放了我们吧，放了我们吧！趁我现在还没后悔，赶紧滚，滚！哎，别走，走走走，你们回来，不管我了呀！白眼狼，小师妹，你听我说，你忘了，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妹。开枪打我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是你师妹？你杀死师父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们都是他的徒弟？我焦亮，你死期到了！放过我，我真不是有心杀师父的，都是一时冲动。我保证天天给师父烧香磕头忏悔，你放过我吧。你现在知道错了？啊，我知道错了。那行，你下去给师父道个歉。
飞机都用上。敌军开始进攻了，给人喘口气的机会都不给。好啊，既然来了，就给我狠狠地打。
之前，这帮鬼子已经冲了八次，但每一次都被咱们打得只剩下一堆尸体跑回去了。我相信，就算他再冲十八次、八十次，结果都是一样的。同志们，有信心没有？有，准备战斗！给我打！Ugh!
对面就是早野俊二那个王八蛋，他的人头就放在那儿，等着咱们去取呢。自从我们来到这边之后，我们陆陆续续的牺牲了127名战士，每一个战士都是有名有姓的人。今天早野俊二已经被我们困死，所有牺牲的战士九泉之下都在看着咱们，今天到底能不能打上去，写下他们的名字，我们一起肩并肩作战，我们一起跟早野俊二算总账。同志们，同志们，怎么用？
面那个，剩下两个你们自己选，中间那最少，我中间的。眼神不错呀、啊。那你俩都选完了，要不然跟我呗。Thank you.
面圣吗？对不住了，同志，拖累你们全排。我记得我们入伍第一堂课就是指导员你给我们上的，课上就告诉我们，作为一名军人最光荣的结局就是死在战场上。这好样的，这课没白上。我误解，是让鬼子糟蹋死的。我跟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指导员，我先走一步了。从现在起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千万不要多说话，听到了吗？嗨，坐。向右转。援军来了，太好了，肯定是这帮王八蛋被援军给收拾了。弟兄们，来，出去迎接援军。走。真绝了，后边去。太君，哎，听好了啊，真不错。现在咱们都做做样子，装作警备。好，咱们做样子啊。好。
在，所有人冲他们挥挥手啊！啊，挥手干嘛呀？管那么多废话，让你挥就挥，挥手！哎，太君，太君的饭准备好了吗？饭菜早准备好了，就等太君呢。怎么样？信连长信对了吧？不让我们跟这帮王八蛋挥手啊？那一梭子落过去多痛快！你懂个屁！把他们放进来再打，那不是更过瘾？不合适，这穿上得了呗。下回注意啊，下回注意。连长，怎么回事啊？早让给认出来了呢。你问他，咋回事？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下回一定记得换鞋，还不成吗？换鞋？哎呀，那这咋办呢？这办法也行不通了。这样，哥，我带几个人冲过去，将功补过。冲上去！你现在冲上去，那叫将功补过呀？等会儿，叫错上加错，好不好？这么大炮，这么多人，你冲上去，那叫送死。八子说的对，现在咱们已经丧失了最佳战机，咱们只能撤退了。哎，等会儿，等会儿，不能撤呀！我们大炮楼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鬼子，得让周围老乡看看咱有多大能耐。撤的好，这还没打了就撤，那脸不被丢尽了？咱这以后在这一片还咋混呢？撤也撤不了，打也打不下来，那咋办呢？我就不信了，当年条件那么艰苦，我不照样把王二狗的炮楼给打下来了吗？今儿还打不下来他们了。这样，咱们先回撤，到安全地方我再想想。行，雷导啊，回去之后派几个人把他们电话线给我剪了。得嘞，去。撤，你们先撤，撤。走，走，走。赶紧给镇里打电话，袁斌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到啊？喂，喂，喂，队长，电话线被剪了，他娘的！水泄不通了呀！
子来真的，别在这杵着了，带你几个人到外面蹲着，其他人该干嘛干嘛。老子不信他敢打过来。我出去，你不去谁去？队长，我害怕一出去就被打死了呀。你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崩了你？去！你们几个跟我走。是。伊兹克，伊兹克，伊兹克，进开开枪！亚瑟库德，折腾一天了，你累死老子。你害怕你盯着，我是不行，我先睡了。
那边一方的兄弟听好了，之前我根本不想打，是因为你们也是中国人啊，我给你们留一条生路，没想到啊，你们是给脸不要脸啊。你们也看到了啊，那炮楼里的日本人也不会管你们，我们刚炸的是你们的营房，我们就给你五个数啊，五个数之后我们就把你们连人带营房都给你们炸了推上去啊，准备啊，五四三二，我们服了，别开枪，我们投降还不行吗？成，投降了就把枪举着乖乖出来啊，快点。牛夫，不许投降！掩护！快点，快点！快！快！どこにないよ。バカ。お前どこに行く。うるせえ。你，你去打水。太君，那儿很危险啊。要么去打水，要么我打死你们。去，我去，去，快，快去，去，滚开！老实点！老哥，这水都打进去了，那咱们都白围了吗？让他们喝，啊！让开！
どうした？バカ、なんか水に入ってる。你们这群中国人！二狗子只要一投降，剩下那几个鬼子就好办了。你们几个接应一下，快！是，小心，都小心点，快点，快点，快点，往战壕里跑，快点，快点。要不然老子上去报他们。여기 KK， 뭐니가봐봐나이너다어리된적으로시간나이원래나와신드버스타이他们说啥？他们说他们宁死也不投降。哟，挺有骨气啊！行，那老子我就成全了你们。给我捆炸药，让我上去炸了他们。哎呀，别炸呀！上面那么多武器弹药，还挺机枪啊，炸了多可惜啊！我心疼。那你想怎么办？一直困在这儿。